大家好，我是蚂蚁帝国的创办人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在养蚂蚁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禁忌你必须要避免的，否则可能会造成你族群的灭亡哦。首先呢，就是你还没有做好基本的功课，然后就急着要养蚂蚁。因为呢，蚂蚁跟一般的昆虫不一样，或是一般的饲养的生物不一样。虽然它不难养，但是有一些注意事项，你只要没有注意到，蚂蚁可能就会因此而死亡。所以呢，做好一个基本的功课是所有饲养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作。无论你是正准备要加入蚂蚁饲养的行列，还是刚加入蚂蚁的饲养的行列，都会建议你好好的把这部影片看完，去避免掉一些人为的疏忽，然后造成的蚂蚁死亡。第一个禁忌就是你养蚂蚁之后还在使用对昆虫有害的这些商品，比如说杀虫剂、蚊香、樟脑，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对昆虫有害，那蚂蚁又是昆虫的一种，所以自然而然在使用这些商品的状况下就会对它们产生伤害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像芳香剂，不无论是衣橱的芳香剂还是浴厕的芳香剂，只要靠蚂蚁很近，它都会有这些挥发性的气体或者是气味会干扰到蚂蚁的生活，那甚至严重的话就会导致它慢慢的死亡，它也算是一种毒性的部分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有浓烈气味的，像是熏香或者是油漆，或者是松香水，这些有挥发性气味的东西都必须要避免在蚂蚁饲养的环境当中出现。那我们就遇过了，就是说他把蚂蚁养在衣柜里面，然后衣柜同时有用一些衣柜的芳香剂，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说他把蚂蚁养在柜子上，但是厕所前面的柜子上，那这个柜饲养蚁巢旁边放了一个芳香剂，因为在厕所前面，所以呢，他们这两窝的蚂蚁的下场都是一只一只慢慢死，剩下蚁后这样，我们才紧急的去了解状况，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，他使用了这些东西导致蚂蚁的死亡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遇过就是用漂白水去拖地啊，因为这些漂白水它是剧毒，它挥发在空气当中也会影响到蚂蚁的生存。除此之外呢，如果家中有养其他的猫猫狗狗的部分，有使用到外用的滴剂的话，除虫滴剂的话，因为它本身其实也是杀虫剂的一种，只是大家会忽略这件事情。那它同样的让狗狗猫猫在这个当中跟着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活动，它一样会让这个蚂蚁生命的部分受到威胁。最后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因为大家通常都把它养在家中或者是办公室，那不论哪个地方呢，我们都要避免的就是如果有环境消毒，比如说像公司会定期的消毒，或者是家中外面的公所可能会定期的去做一些消毒的动作，那这些环境用药呢，其实呢只要飘进来，它就会使蚂蚁受到生命的安全的威胁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方式避免，比如说完全隔绝它跟外面的空气，那也不用担心蚂蚁短时间会窒息死亡。只要等到通风过一两天后，通风过后一两天，你再把它完全就才把它打开，这样子才可以确保它不受这些环境用药的干扰，然后导致它们死亡。以上这几点要非常的注意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直接造成蚂蚁的死亡哦。第二个大禁忌呢，就是把蚂蚁养在不正确的环境当中哦。第一个不正确的环境是指这个蚁巢所放置的环境啊，这个环境呢必须不能晒太阳，而且呢不能在温差很大的地方。举例来说，像厨房、浴室，因为这些在人为的使用过程当中，温度可能会剧增，然后温度的变化会比较明显，或者是像是冷气、暖气、电脑的出风口，这些地方也是会造成温差比较明显的地方。再来呢，就是像音响跟电视上方、然后前方。这些呢，因为本身它会发出比较大的声音，那声音本身就是空气的震动，可能会影响到蚂蚁的就是安稳程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指在放置的环境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所谓的蚁巢正确的环境，是指蚁巢本体对于这个蚂蚁来说适不适合。比如说，当你的族群非常小的时候，就切记不可以住非常大的蚁巢，或者是大于它的族群太大的蚁巢，因为这些呢。蚂蚁呢，它会相对的非常不安心，就好像你们呢，如果自己一个人住在500平的房子，你会不会觉得，那边有点声音啊？然后那边黑黑的，然后你会觉得不安心。那对蚂蚁来说也是一样，它没有办法控制环境，它就会不安心。不安心的结果是以后不产卵。那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是，当公蚁呢把这些垃圾呢丢在巢里面的时候，
那它就我们就没办法清理到，那可能会造成发霉，导致族群健康受影响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们觅食的距离会因为巢太大而拉长。那新生族群的部分，它的胆子比较小，所以如果距离越长的话，它觅食的成功率就会越会下降。那我们觅喂食的时候，那个食物扩散到里面的几率也会降低。然后对马来说，它的取食几率一下降的话，它的族群创巢成功率就会下降。再来呢，第三个大禁忌就是非常多人会犯的禁忌，就是喂错食物或者是乱喂食物。你必须要去了解你所饲养的这个蚂蚁呢，它该吃什么，什么不会吃。好，比如说你今天养了一头狮子，然后你给它吃青菜，你都说为什么它不吃，它怎么都饿死了？没有错，因为狮子并不会吃青菜，所以你必须要喂它吃肉。那当然你养的蚂蚁也必须要给它正确的食物，或者是它会吃的食物。那普遍来说，我们养的蚂蚁并不是全杂食性的蚂蚁，所以呢，它并不会像我们在居家遇到的像吃糖果饼干啦、面包啦、蛋糕啦，或是饭粒这些比较人工的食物。所以呢，给予正确的食物非常重要。那如果你给这些食物，它会发生什么问题？第一个，它不吃啊，它没有搬进去，那就算了，那就是拿起来而已。但是比较怕的事情是，今天蚂蚁把它搬回家了，那它的功能可能不是只有拿来吃，它可能拿来装饰蚁巢、塞住蚁巢。那这时候这个食物是有养分的，蚁巢又有湿度的，它就会在里面发霉。那发霉对于蚂蚁的族群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，它可能会导致蚂蚁生病或者是死亡，因为环境的脏乱，然后这些霉菌可能会造成蚂蚁致病，所以你给的错误的食物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。另外一个呢，会比较多人犯的错就是他给了他打死的昆虫，比如说在家里遇到的蚊子啦、果蝇啦、苍蝇啦，或是打到的蟑螂，或是去外面随便抓。那为什么这个是很危险的呢？是因为不是他们不能吃这些东西，他们其实是可以吃昆虫的，也是可以吃死掉的昆虫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所谓的危险是指这个未知来源的昆虫，因为呢，假设这个蚊子或者是这些被打死的昆虫在外面吃到了这些环境用药，但是本身有抗药性，它并没有因此死亡，或者是毒性不够强。但是呢，蚂蚁吃到之后，因为蚂蚁是完全不耐毒的生物，所以它吃到之后，毒性累积到自己身上，它就会立刻的死亡，然后短时间内的大量死亡。所以呢，其实很多人呢都是乱喂，不小心乱喂，才导致自己的蚂蚁死亡。那如果你要喂食昆虫的话，另外要使用人工饲养的昆虫，比如说像樱桃蟑螂、真斗蟋蟀，这两个是最推荐的。除此之外，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蟑螂和蟋蟀的话，就像面包虫也不行的话，就是喂像虾肉，因为它的身体的结构本身是节肢动物，跟昆虫会比较接近。那比较不会建议大家去喂像鸡、猪、牛、羊这些牲畜类的肉。好，最好就是你真的没办法给昆虫的话，那就是从人工的饲料或者是虾肉去提供，或者是自行调配一些有蛋白质的东西。在喂食这个部分的重点就是你不能给太过多的量，比如说你今天给了很大块，那它一样可能搬进去之后，它没有顺利的搬出来，它就会在里面发霉，然后影响到族群的健康。第三点，这个禁忌的部分就是千万不要乱喂食物，除了正确的食物、正确的量，还要正确的频率。以上呢，就是蚂蚁饲养过程当中千万要记得不可以犯的这三大禁忌哦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蚂蚁饲养该注意的事项，或是该怎么做的话，请你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会努力的新增更多的教学影片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的粉丝专页也会不定期的新增蚂蚁相关的资讯，那我们会把它整合整理到我们官方网站的蚂蚁资料库上，所以可以去上面爬爬文。最后呢，我们要介绍到我自己写的这本书，叫做《蚂蚁饲养与观察》。我把它分为蚂蚁知识篇跟蚂蚁饲养篇，这部分会让大家认识一下蚂蚁是一个怎么样的昆虫，然后它在世界上对我们人类的重要性，还有它在生态的地位，还有就是会介绍到你怎么饲养，然后蚁巢该怎么选择，甚至蚁巢的 DIY 的部分。最后的部分会有一些常见我们饲养的物种的介绍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看完这次的影片，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，我们就会尽快的回复你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